我们的水幕呢，不只是水，它还会有一些图案上的变化，字体上的呈现。荧幕上也出现了月亮，镜花水月正式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。这只是缩小版的，到时候我们在巨蛋会看到超大版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有字体哦。2013相会镜花水月，哎呦，好厉害！哇塞，用字啊，用水来这样打造，而且还有字体的变化，它不是说只有直的，还有几何图形。哇，好厉害！接下来还会背两首唐诗来麻烦他，好厉害！这舞厉害呢，佛像多了一点，哇！这只是缩小版呢，好期待那个大的会什么感觉？你立马好几倍团呀！对，我睡吧，我睡吧，你干嘛呢？很漂亮啊！哦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设计真的是很厉害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吉拍坦，然后真的如果有看个两场就好了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存钱都存得很辛苦，是是是，对，有些人是，一天要上三个班，是，然后他就为了要开这个演唱会，那我觉得其实我有点心疼，好，但是我现在在讲其实是废话，他们是不会听的，我还是希望你们看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其实七场真的是很有点驚，那我想在这个，我想可能运动方面可能又要加强。可能平常运动两个钟头，这次可能最少要三个钟头，对。然后其实还是有点害怕，不过逃赛的话嘛，不怕刀。其实秒杀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压力啊，嗯，对。但是，又很希望秒杀，这怎么办？这心情有点复杂，对不对？嗯，反正就是顺其自然。如果又有歌迷说买不到票，所以就真的会选择加场吗？哎，这个就还要跟这个宽宏他们在商量。如果说真的可以卖那么好的话，加场好像也 OK 吧。之前体力不晓得可不可以，其实还是看我的状况啦，要看我的体力的状况。办户外真的是有点可怕，因为很怕这种天气的状况啊。但是我觉得上次在台中的时候，其实老天爷还蛮帮忙的，因为那天中午的时候还下了很大的雨，结果到了晚上雨结果停了，然后一直到我们走的时候，就是演唱会结束之后，它雨才下，然后你就会在那时候觉得说，哇，老天爷真的很疼我。刚才的水幕很让人家惊喜，要不要谈一下你刚才看到的感觉怎么样？他们之前就有跟我讲，他说，所以后来他们都不让我看，他说你看就知道。其实刚刚这个，而且他们说这个才还是小的，所以在舞台上应该会是做得更那个吧，所以我也不知道，我跟你们一样不知道，所以大家一起看吧。有些时候某些歌曲我在台上自己在台下唱，我就觉得哇，唱得好稳，好棒。那为什么在台上唱的时候，因为你有高跟鞋，然后你有舞台上的很多很多很多，有些时候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两句自己没有唱好，其实每次看了之后回到家我自己都会很呕，就是，就很想脱鞋唱歌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真的尝试这样啊？对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但突然间好像从二楼就有点怪，而且你的造型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呢，像今天，有点胖，对不对？而且这裙子都已经到屁股圆了。哎呦，谈一下今天的造型，有屁股圆吗？差不多，很短啊，超短的。你有看到吗？很想看到，很想。里面穿了三件，所以你现在都很勇于尝试任何的造型的建议吗？试看看，如果适合的话，对，你不能因为想露而露，你要露出来也要漂亮啊，对啊对啊，已经开始运动了，对，已经吃的方面或什么，吃的方面，你只要一开演唱会就开始，对，我们就不能吃太多东西，然后尤其是米饭，那其实米饭才是会让你有体力的，所以你们说怎么办？你们可以告诉我吗？你们访问过这么多人，你们应该有很多建议吧？就吃啊，再跳啊，靠毅力哦，靠毅力，就是少吃多运动。他们在这边跟我聊天呢。好，拜，谢谢。